哇，这个门在晚上看非常漂亮哎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国庆日，我们这一次呢就来到了国庆花车游行摆放的一个活动现场。在哪里呢？就看到我们身后，你知道中正纪念堂前面有一区很亮的地方。哇，我配上后面的中正纪念堂还蛮搭的。哇，这个龙头，哇，会动哎。后面还有尼莫。哦，这整台花车都会动，很厉害耶。它是一只台湾水鹿。一些交通工具系列的都很可爱耶。两只泡泡球。兔子来啦，来得很慢。客家委员会的花儿在转，好可爱哦。在气垫上的中华电信的宝宝，哦，超级巨大的甜甜圈。台湾年酒已经100年喽。这是地板上的投射。哇哦！发财喽，大家发起来！其实在中途呢，花车看到一半，整个变成一片漆黑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非常的神秘。那事后才知道，原来半个小时之后有点灯仪式，所以他们就先把所有的花车的灯都切断，还以为是停电了呢。今天来到中正纪念堂看花车游行，结果经过国家戏剧院，就有一种夜店的感觉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庆花车分享啦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，那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跟分享我们的频道，那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